这里是飞燕观，走进来之后，这里另有一番天地了哈。然后，妙的是山谷下面种了很多的香蕉。来到了滚水窝，大概就是这里有一个洼地吧，洼地就叫滚水窝呢。就是这一块呢。好像。没有什么滚水了，看起来只有以前的，以前这边有，这边有像泥火山一样，慢慢流下来。